明世隐加刘备啊，有点猛的。进化老夫子，中路米莱迪。打中路好一点，前面还可以掩护一下打野，打辅助也可以掩护打野，因为打野节奏一崩，整局没有节奏呀。旁边的小野怪抢不赢那个好的东西，好的东西干不了活。赶紧刷！哎呦，我真的是醉了，这个小机器人。不是火舞星，这些小机器人清得太凉。一般来说，中路刷完兵线赶紧动起来，动起来去边路帮射手什么的，还不交闪。把中路线一抢，赶紧去帮射手那条路，然后再回头去帮忙去抢这个野怪。你这样中路是不会掉兵的。好多钱，把血书给做出来。想拿这个野怪，我队友哦，刚好他们不在，他们在上路。那应该米莱迪不恶心我的话，我就拿了。然后中路兵线过来了，我把这个野怪刚好抢了。我看一下这里我能不能跟。他死了，这边太强了，这一波打不了，溜了，补兵。可以，这个小机器人疯狂挡上子。去下路了。等一下人。我现在伤害是不够把别人秒了的。不着急。好，我有血书。看能不能动起来。不要往草里面走啊，先知主宰已经被拿了，他应该有大的。节奏有点被动，他打不过这一套组合。哎，这边直接开暴君了呀，老弟，他给我大招了。这什么都被他们拿了呀，这个暴君跟这个。这有点烦了呀，挡不住，伤害还没大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个可以秒了。OK， 然后这个老夫子在下路的，我是安全的，赶紧把中路，做大血书，可以啊，这个兄弟，我吓死我了，吃药包，哎，他没有拿蓝吗？这波可不可以上路蹲呢？看一下，不知道他这里埋了眼没有？这里呢？看有大的，把兵线赶紧运进去，兄弟。哇，不行啊，这伤害太高了呀。打不起来了，赶紧去中路。哎，下路他这样走一波就没了呀。动起来，买双鞋。等一手。直接开大补兵了。他这里动了一波，直接把这个塔给动没了。哎，真要命啊！这个一个大招直接把塔给打没了，我服了。
这中路塔估计就这样掉了呀。可以可以。怕他们过来了，给二金减速了，他应该不会开大招的，把中路兵线给带了。怎么讲？这个人有进化的。打不动，哎，别死了。嗯。赶紧把那个回响做一下。嗯。嗯，上路塔没有推掉。应该沉默到把上路给推了，这边打暴君了，帮忙中路线还有下路啊。我可能要开大招清兵了，不然太拖时间了。你现在身上有蓝 buff， 赶紧开大，开大清。扛不住两下呀，醉了。哎，怎么又不打这个塔了呀？守线守的累死了，他不停的跑。赶紧的，现在主宰又没了。我现在有闪现，我要开一波。这小机器人是真的烦，不停的挡扇子。哎，他们在这里阴着，我们看得到呀。他没有想上去，因为我觉得他有大招，两枪把他崩翻了。没有再蹲，在这里又蹲起来了，有点猛，直接人死了。打不动他呀。那个草估计又有人在蹲呢。哇，这个草行啊，兄弟。嗯，拔千斤计了。
打主宰，他们双 C 死了呀，完了暴君就没了呀，打呀。啊，空大了。上路兵线，我有帽子了，然后再把法穿给做一做，再带一波线吧。哎，这他肯定不是吧？他一个人打几个了呀？醉了。可以。后面没有技能了呀，把几个人打死了后，操作不动了，一万经济了，那个人一万一了，高地塔没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波他们不好切的呀，这个人开，这个黄忠找个好角度开个大招，还是好打的呀。对面老夫子又没有那个什么。又没有什么闪现，刘备进场我们就顶一下就好了，张飞保他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怎么打得这么吃力啊？好能蹲草这个刘备，他每次蹲都能蹲出结果来呀。还行，攒一下能量。刘备该不会又在蹲吧？我这每一个草我都要给个扇子，我害怕极了。好，刘备在上路。哎呀！哎，我这好不容易二出来的一点血都被他点没了，再推塔，慢慢打。打主宰喽，来了，乖乖。哎，他们少人呢。这不开起来应该是赢的，老夫子刚刚不在。
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别急别急，先撤一下，上路。这老夫只要拆塔了。嗯哼，来看视野，我真是害怕极了。嗯哼，感觉那个暴君应该就没了吧？张飞有大吗？哎，张飞，张飞有大，不过暴君没了。我现在应该是没有钱，那个辉月换复活甲了。再等等，这波没闪，我有点不好开。我们保一下这个黄忠，不需要我突进了。可以可以，他们浪了，这刘备到后面作用要变小了。嗯，刘备不属于那种大后期英雄啊，他就打节奏的，节奏好的话那一波有点猛。这小机器人咬我也这么痛。乖乖，对吧，崩死了呀。刘备在哪呀？不知道刘备蹲在哪呀，好吓人呐。这个小机器人咬我一口这么痛。再绕再绕，完了，绕到了。哎，我这么。我大招怎么感觉被吞了呀？我不是大招被吞了，我是能量不够吧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感觉我能量是够的呀，我一闪过去按大招，谁把我晕了一下还是怎么样？架大炮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嗯嗯，还行吧，上偷了这塔。直接开了呀，哎，那是倒是来，一波吧。包不包得到？包到了。哎，我怎么？
要打风暴龙王了吧？结果我们高地少了一座塔呀。射手，射手，包他！哎，加呀加呀加！我好烦呐，被他卡了。我跟他打就行了呀。我觉得我跟他打会比较好一点的，我跟他打他不能拿我有办法的呀。要有个守家的呀。嗯，他打不打得过他？我感觉哦，他有风暴龙王，应该是打得过的。不知道他们蹲在哪。现在他这个人有点清不动兵了，我要等一下能量了，攒一手。兵线带不出去，这别把我急死了呀。我把他卡视野，完了。把大招留一下。我这波没有闪。点塔点塔，站在这里保他就行了。他失误了，他等他起来。把兵线压进去，点塔就赢了呀。醉了，谢谢只想看大仙的大宝，谢谢你的魔法书。